我是小九。Hello， 我是尼尔。哎，小九，听说你身上有个刺青，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有相关的。对，没错，所以你才来找我拍嘛。我身上有一个进阶巨人里面叫米卡莎的角色的一个刺青。对，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刺这个 米卡莎？因为米卡莎对我来说是这部剧里面我最喜欢的女性角色，因为我觉得她又强，然后她对爱莲的爱又是就是始终如一，然后想保护着爱莲，然后我觉得这种爱非常伟大，然后又加上我的刺青其实上下两串，有两串的日文，那那两串日文的意思就是主题曲《恶魔之子》副歌的第一句，翻译成中文的话是。这世界是无比残酷的，即便如此，我依然深爱着你。我就觉得，这种凄美爱情真的很浪漫，然后就是很感人。那你又为什么会想要用进阶巨人这个题材来做作品呢？其实我本来一开始没有在追进阶巨人哦，因为作者的这个漫画的风格，他其实没有很对的胃口。但听说他的剧情很棒。身边也很多朋友在推荐，说这一款是神作，那也有很多粉丝在敲碗。刚好最近动画的第三季完结篇最近要播出了，对啊，所以想说，哎，刚好利用这个机会就来试试看。嗯，听说你有准备就是小幅的画作要送给我们的观众粉丝们吗？没错，我这次特地准备了这两幅啊，也是用我们修正带来画的两位主角。一个是爱莲，一位是米卡莎。那这一幅爱莲呢，我们就会在我们频道的粉丝福利日，在9月18号、直播中送出。那另外一幅米卡莎会在我们的、影片下面留言区，只要留“我想要抽米卡莎”七个字。哎，对，然后在9月30号之前只要留言，我们就会抽出这位幸运朋友，然后寄给你。我寄送动作，那我可以不要跟大家抢这两幅吗？虽然我真的很喜欢米卡莎，但我更喜欢这个大的。哎，你想要这一幅？哎，这我画超久了。对啊，就是谁想要啊？我本来想要当传家宝的。真的假的？哇，那很可惜。既然你想要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送啦。啊，真的吗？只要在我们影片上架一个月之内超过10000赞，贴文超过10000赞吗？就这个影片超过10000的点赞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一幅表框送过去。那你是会从按赞的人里面抽一位吗？没错，从按赞里面抽一位，所以就是1/1000的几率会获得这个大作。没错，不过以小九的这个魅力，我想这个粉丝应该不止数十万吧？没有，开玩笑，我还想说自己安装大概9000多了吧？对呀，我就想说，我可能自己可以创个9000个账号就按赞之类的。想要看我画哪个题材，也可以在我们留言区敲碗。可以敲完那个吗？我推的孩子。我推的孩子。对啊，那部我很爱。你很爱。只要下面这个留言敲完超过一定的人数，我 maybe。那我创下一次就2000个账号就敲完。没问题，顺便敲完，然后顺便按赞。Nice。那喜欢我们小九的朋友也别忘了这关注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And the beat